滚吧，不要你了。小伙子来了。他是不是在学我？木牛木牛木牛，去拿个凳子去。你先坐下，我给你倒杯水去。奶奶，勺吉不是狗狗纳的，是他把我干活我奖励给他的，这些钱也是狗狗帮我干活奖励给他的。小偷偷我吃的。哪里来的呀？是不是偷来的？虽然我穷，但我还是有骨气的，快给人家送回。阿姨，吃的东西是我给他，不是他偷的。你不在家待着跑出来干嘛？我妈妈得了一场大病，我要捡瓶子赚钱给她治病。你捡的瓶子卖多少钱一个？1毛钱一个。你被人骗了，你的瓶子10块钱一个，你的瓶子我全不要了。狗狗，这5个瓶子50块钱，你还没有吃饭吧？面包你拿去。谢谢叔叔。小虎，这是哪来的钱？是不是偷来的呀？妈妈，这是我捡瓶子赚的钱。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，赶快把这面包吃了。妈妈，不要哭了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